呀，不用背，你干嘛呢？你在这儿？安装这个了。哎呀，我来帮你吗？不用啦。来，那我们拆快递啦。你的新衣服到啦，我们打开看一看好不好啊？来，妈妈帮你打开看看，今天到的是个什么衣服呀？哇，好漂亮呀！看到了没有啊？上边还有小图案呢。它是一个米白色的，是你最喜欢的颜色，看到没有？哇，我喜欢紫色，好漂亮。我喜欢这种紫色，一共是两件，看到了没有？你一件，姐姐一件，你们俩穿上以后就好漂亮。我喜欢冷色，这是热色。好漂亮呀，你来试一试好不好？冷色。嗯，对。这啥图案呀？小熊，小女孩，小大熊，这是一个小羊。小羊，这是谁呀？棒棒糖。嗯。这是个啥？面包。面包，哎呀。面包。小狗狗，这是不是小狗狗呀？嗯。啊，看着像小狗狗是不是？好好看呀，这个图案。这也是羊。这个图案好漂亮，是不是？哇，好漂亮呀，是不是啊？好看吧？穿上特别暖和了，是不是呀？来，姐姐写作业了，这个给姐姐，姐姐穿上一下，套一下，我看一下是不是，是不适合。哇，姐姐穿上也好漂亮呀，是不是啊？对，过两天开学了，直接给穿就行。你看，你看，你跟妹妹穿的是同款，到时候底下搭配个牛仔裤，好看吧？喜欢吧？嗯。